咪。不行哦，家里只能有一个不干活的。那能不能不要爸爸？不是你的，你看这是你的吗？啊、哦，来了来了 ，OK， 我奶奶碰我，在凶我呀？你凶呀？你不是很凶吗？猪年摸猪头，万事不用愁。猪年摸猪腿，顺风又顺水。猪年摸猪屁，吉祥又如意。猪年摸猪背，干活不怕累。哎呦我的妈！知道吗？化妆品的成本很低，很多大牌化妆品的成本不到售价的1%。借钱的时候你说啥来着？我问你。
了。